少阁主，那我应该是叫你林静，还是应该叫你少阁主？荣华，其实我还以为你来龙吟城全无目的，我对你坦诚相待，看来我只不过是你的踏脚石罢了。少阁主，好手段。荣姑娘，你误会了，少阁主他说的没错，是我欺瞒在先，我骗了他。看来梅家和林虚阁已经是自家人了，你们费了这么大心思在我面前演了一出戏，不就是为了赤华珠吗？这笔账我记下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是啊，这一切都是林虚阁所为，一切的后果都由我来负。我林静愿意用我的性命换取龙吟城的赤华珠。好，那你我之间就不亏不欠。少阁主，龙吟城都退下，都退下。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。